怪他叫小宝。很可爱，一根树枝都可以。你可以玩那么久。他才可以。那这样他跟刚才的那个就比较不一样。哪一个？刚才是好可怜，你觉得好？哦，刚才是浣熊啊，寂寞的浣熊，因为这根树枝带来带去，舍不得丢。等一下又跑回来。雨又下了，他把这只丢掉了。他刚刚来咬什么？哦，这个越靠近鸟，我好太靠近你，你找不到。